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红剑。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款新游戏啊，这款游戏叫做火山钻地机，是一款建立在蒸汽朋克背景下的生存游戏，而且游戏中时不时会有火山蹦爆发，每当火山爆发的时候必须开着钻地机躲入地下才能苟活。也就是说，之前咱们荒漠天际是上天，今天要入地。不过呢，观众朋友们不要担心，你们的红剑哥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本少爷无敌，行吧。游戏开始。哎呦，还能选难度啊，作为高玩，生存游戏的高玩肯定是要选择最高难度啊，对不对？哎呀，点错了呀。哎呀，既然点错了就将就着玩嘛，对不对？ Home to a busy trading port, but that was not meant to last. It began when strange formations like giant soil tracks started to appear across the island. No one was able to explain how they were made.Soon after the formations appeared, earthquakes followed. Weak at first, they grew more frequent and more violent. A few days later, three volcanoes erupted in the island lagoon, hurling stones, sinking ships, crushing buildings. Captains feared for the safety of their vessels. All trade stopped. People left Adranos aboard fleeing ships.The brave few who had remained soon regretted their decision. An enormous volcano that lay dormant for centuries erupted, flooding the island with a pyroclastic wave, covering it with lava and hurling stones miles away. Those who had made it to the ships were evacuated, myself among them. What we left behind was an apocalyptic landscape of fire and dust.Periodic eruptions turned our beautiful home into a hellish nightmare, disrupting both naval and aerial traffic for years. Despite their best efforts, not even the best imperial geologists were able to explain the volcano's sudden appearance. Several years later, exiles from Adranos secured funding for an expedition to return to the island and discover what happened.It was my honor to serve as the captain of the Archimedes submarine. As we surfaced a safe distance from Adranos' shore, we knew that this expedition to reclaim our homeland had only just begun. 好，讲得好，没想到这个游戏它居然还有剧情啊，而且这个剧情讲得贼好，我一个字几乎都没看，我就一直在玩手指。可能有观众说，哎呀，手指有这么好玩吗？你都多大了，红剑啊？那我只能这么说了，这些观众你们真的很可怜，因为你们居然不知道玩手指的乐趣，你们赶紧去玩一下吧。我怎么下来了？我再上来，现在要去找船长交流。哦，交流，哈哈，交流，接受任务。哇塞，还是一个老船长耶，饱经沧桑。看到这个船长我就知道这艘船贼稳，贼有安全感。现在要离开潜水艇，哎，不应该是钻地机吗？怎么变成潜水艇了？潜水艇，哎，还真是潜水艇啊！哦，就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钻地机。我懂了，待会儿可能要去找一个钻地机吧。钻地机，啊，按下二拿出锄头，去挖铜矿、煤炭，挖矿游戏，可以开矿，我喜欢。哇，这是煤炭，爽，爽！哎，用力啊！为什么这个敲不开啊？哦，这是岩石，不是矿啊，这是岩石，还是那种火山非常硬的岩石，所以不太一样。这边这个绿绿的一坨是什么东西啊？这什么矿啊？铜矿！哇塞，这是铜绿吗？铜绿怎么拼来着 ？CU， 算了，我这化学也不好，忘记了，这么多年不用了。哦，这废铜敲上去的声音好舒服啊！整个人都抖擞了一下，贼开心。可以从 COG 去船上掠夺，咱们还可以去夺别人的船。哇塞，强盗游戏我喜欢。怎么任务又变成返回潜水艇进行生产了？不行，我好不容易跑过来，跑了这么远的路，就让我这样白白回去，门儿都没有。我要先抢船，至少带点东西走嘛，对不对？这边来跟机器人，哎呦，战斗一番。哎，嗯。咦，我跟你们说一下，刚刚绝对不是我打的不准，也不是表弟的锅，是这棵树，它有空气墙。What？
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是有边缘的。看我来一个，800米开外，800米。你们就当做我是一发打中的好吧？啊，大家前面的几发都没看见，哎，对不对？我的枪法贼准啊！而且本来我瞄的就很准嘛，如果说没打中的话，那肯定就是枪的问题。我这边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啊，储存空间，哇塞，东西好多，手榴弹，同志们，我无敌了，我居然还有手榴弹，我真厉害。这船里面没有箱子吗？哎，有箱子，可以拿到废铜。哦，东西真的是很多，但是我能不能把船上的东西拆下来，我试一下。好像不太科学啊，不太行的样子。能拧下来吗？我看一下。哎，怎么回事？哎呦，吓我一跳。哎，怎么又来一个？而且你为什么是蓝色的？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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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出不去了。完了，出问题，出大问题，我出不去了。等一下，我要敲开一个洞，行吗？我敲开一个洞，我要敲出去。哇塞，赶紧回去，赶紧跑。话说这个能回血吗？我看一下。打个绷带，赶紧跑。哇塞，太恐怖了。把这边敲开。好，走，等一下我。东西能收集了呀，那我多敲一点。等一下，多好了，敲死你！哎，哇，他们身上还有东西啊！不是，赶紧撤，这边机器人太多了。潜水艇在哪？我现在要回潜水艇。潜水艇，完了，找不着潜水艇的位置了，这被打懵逼了都。哇塞，吓死我了！这钻地机怎么回事啊？它动起来了。我们来观望一下。它跑掉了。不会是来追我了吧？哇，我这么可爱，它肯定会来追我的。我这么迷人，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我。对吧，观众朋友们？嗯，这声音好近。问题有点大。赶紧跑。哎呦，终于回到潜水艇了。现在我看一下我们的任务是要干什么。按下我先把东西拿走啊，先把箱子里面必要的东西拿出来。好像有点多，拿不走的话那就很尴尬了呀。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制作钻井船核心。怎么做呢？哦，要先把这个锄头拿下来，将铜矿和煤炭放入储存空间。前往储存间一，点击顶部的灯泡。灯泡在哪？哪有灯泡啊？